刚刚我过马路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电车是这样走的，有一个电车很像走的，他俩就一直在那儿让，你先走，我先走，你先走，我先走。然后，因为如果横向的不走的话，我就不能过马路。我就在想，你俩还让不让？你俩不走，我走行吗？Danke sehr.这个吗？可以啊。懒得走了。我今天也是吃了这种同样的。好吃吗？Datensatz an dieser Stelle hier dargestellt, und zwar gehen wir dann auch analysieren, um überhaupt erstmal ein Gefühl zu bekommen, was ich这个紫藤花都开了嘞，这边快开了。咦，这里有一个开了的，小可爱，好可爱。我好像连续两天都没有运动了吧，所以我今天晚上上山来望一下远，因为刚好今天一天都对着电脑，眼睛也受不了。我有时候觉得一般干到下午的时候，我这个眼睛就快爆炸了那种感觉。我先爬上去，很快，我爬这个山现在越爬越快了，10分钟就爬到山顶了。不过
也是因为这个山不是特别高。如果你要让我去爬峨眉山、黄山、青城山、泰山，可能我得爬一天。他们这边会有这种小木桩，你就可以坐在下面休息。前方出现了一只野兽，咪咪，喵。走吧，我们一起。他想抓鸟，进攻姿势已经摆好了。他肯定在想，这个白痴，我上去了。我准备回家做一顿好的，做一顿烤鱼来吃。我不知道我那个鱼有没有坏。这是我的，我买的一条整鱼。这个是鱼，就是这个味道，还是它已经坏掉了呀？它好像已经坏掉了，味道就是那种很臭，有点臭。我就改做一个炒海鲜吧。我准备了一点点配菜，这个土豆是因为我很喜欢吃，然后洋葱最开始是起味的，然后这个是腐竹吧，好像这叫什么豆皮吧。这是冰箱里面还没有吃完的，然后这边也是冰箱里边的一些剩菜，这应该可以吃两顿、三顿、四顿，也许吧。开始做了。点点千万不能浪费，要把这些东西放进去。它就会把倒出来，就是这么节约用作料，弄得干干净净的。
我刚才突然想起来，我家里除了茶以外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喝呀，真阳可乐鸡翅吗？然后还剩的这个可乐我就只用了这么一点点可乐，还剩那么多可乐刚好下来了。 Oh my god， 听听这个声儿，这是幸福的味道。完了，明天必须得运动了。肥仔快乐水，哎，怎么这么幸福啊？生活也就不过如此了。你走开，我把它放开，嫌弃你，一边待着去吧。太好吃了，特别是这个豆泡，太好吃了。早上起来太冷了，现在出太阳了，好舒服呀。我刚刚看到那他们的那个草莓好好啊，我就希望我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还有给我留一盒。我刚刚问了，今天还是和往常一样9点钟关门，不会提早关门，所以希望到时候留一盒是我的。你们看那个学校的椅子都已经放出来了，我估计下周他们就会把椅子放到这个广场上了，就会恢复像以前一样了。现在可以坐电梯上去了，太好了。以前只能坐下来但不能坐上去，现在终于可以坐电梯上去，我再也不用爬了。Thank you.
们去吃饭去了。回来了，继续去学习吧。回家啦，去一趟超市。让我去看一看超市里边还有没有一盒草莓是我的。锵锵锵锵，还有六盒，这也太好了吧！这也看着不错。今天好不容易化了一个妆，我现在准备去一家咖啡厅，然后在那边待一小会儿吧，看一看书，然后弄一下我的那些文件资料之类的，下午晚点的时候或者是晚上再去图书馆。这个阳光真的太舒服了。
再吃一个饭，然后继续去图书馆。超级普通的一个，这个榨菜再放一点点辣椒，就这样子吃了。